肯定的第二天。你要干嘛啦？我们今天会去冲浪，啊，可是要等到两点。Let's go！ 这里最棒的。垦丁国家公园的门口。好啦，是因为垦丁的食物都很贵，然后只有麦当劳是哪里都一样的价钱，所以我们决定吃麦当劳。抽到大麦克，买一送一。这里是白沙湾，我们在前往白沙湾的海边。这里就是白沙湾的海。我们现在在白沙湾的一个小小岛，边都是海。你在干嘛？同学，你带什么过来？来了，灌醉，灌醉，预防脱水啊！我们现在玩完水了，要去冲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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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就是要喝啤酒，先喝个啤酒。Nice 啊，爽！冲浪的店，一半，然后现在是休息一下。冲完了。Hello， 秘密教练。我们现在结束喽，然后现在要去厕所洗个澡，然后就换个衣服就要回去抖溜，拜啦。